蛋。 打蛋一定要这样打吗？对啊，写字也是这样。优雅打蛋。 吃宵夜了，那肯定是星星啊，肯定是星星。星星他是那个对于拍照啊、拍物料啊，他创作欲是特高的那种，也有特别多的想法，所以就是这个第一，我觉得他挺精致。 吃得完吗？嗯，能吃能吃能吃。你才吃这么点儿？我现在多吃一口，白天就得多跑10公里。你说呢？不建议啊，我就。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吃。那我吃一个吧，打个广告。嗯。 我当我。哎呀，别这样说，这种被你打断，人以前都各自一个房间，就每次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，就挺无聊的，就得互相串门玩，这就该。